赢了，赢了，这也能赢？今天打到现在还没赢过呢，一平。刚刚那把是平局吧？啊，小丑那把平。其实我的前锋还可以的，可以的点在于大局观。玩旧人位，主打的就是什么呢？主打的就是哎呦，他丢哪儿呢？追谁呀？机械师反正在修，囚徒刚刚应该也不在这边，那追的是铁王师啊。铁王师上来，哎，兄弟，找不到人了，找不到人好事啊！哎，我就在这里，你来打我呀！哎呦，交闪现了！忘了他没交闪，没事，换挂了，换挂了就可以啊。我待会儿还能溜呢。这边机械师本体在哪里？最好机械师来救我。这地方不好溜啊，没有交互点。这个得看队友能不能帮我扛刀了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比较强的点，密码机其实差的不多啊，密码机其实差的不多。我需要帮助，快来！39的机子可以，两个人一起救。哎哎哎哎哎！快快快，帮我扛，扛刀啊，大哥！哎，挂机械师。啊？他挂机械师是为什么？哦，我贴门了。啊？他觉得机子压好了。
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我在这里哟，来哟。哎，真来了！啊，他还真来了！赢了！赢了，这也能赢？